八卦掌六十四手，第四节一共有八手。走马回头，二先穿道，翻身劈锤，野马闯刀，大鹏展翅，白袍扎嗓，周仓扛刀，刘全进瓜，这么八手，我给演练一下。走马回头，二先穿道，翻身劈锤，野马闯刀，大鹏展翅，白袍扎嗓，周仓扛刀，牛圈进瓜。这八个动作练习的时候，走马回头，这是一个对方来的进攻，我是败势啊，我先走了又回来了啊，走马回头，走了又回来了，这一个劈的动作。这个走的时候，对方来的时候要迅速回身啊，迅速回身，马上跟进，手脚齐到啊，右手要有一个推挽动作，一推挽，这就是推，下面的手是挽，就是往回要拉啊，攻击的对方呢是走马回头，二先穿道是上步，这个两手两肘蹭肋，拳从两边向他前后夹击啊，前手这上边的手在前胸，后边的手在后胸，把人夹在中间，这样往往回头，二身转动啊，再做一遍啊，从往回头，二身转动，翻身劈水，我扣步，他前面讲过是吧，钉掰扣，一马闯刀，这个的钉掰扣，注意这啊，二先穿道，扣步翻身，从上往下啊，做一个抡臂的动作，野马闯刀是前手要拦住对方的臂，用自己的肩向前撞，同时这个底下这手还有一个撞裆的动作啊，大鹏展翅，走的时候形象下啊，动作要舒展，大鹏上面一个插花手打开，这个力点在于小指一侧的掌的一侧啊，小指一侧的掌啊，力运到这儿，这一个劈掌啊，劈掌从上向下啊，左手的是为什么这么插花，就是要拦截对方的手，挑起落下。下面一个
周通藏刀啊，是右手来领对方的腕，左手变成扛刀式，肘向外顶，向上扛起，同时要变身啊，用腰，用腰的力量。所以这个走的时候啊，掌有一个翻掌的动作，这也就是领腕，领对方腕，扛对方的中节，用自己的小臂扛对方的中节向上，这是一扛着一个反关节啊，来上。下面是龙泉镜瓜，上面的手下滑勾斗动作，左拳右拳从左这边出来啊，这个左掌下勾，右拳从自己的怀中拧着出去，也就拳从口出啊，手掌上捞龙泉镜瓜，再做一遍，手往回头，二身传道，三身劈水，野马闯堂，大鹏展翅，白炮扎倒，跨步双刀扛刀，龙泉镜瓜，扣步。这要讲一下扣步，每一个手回来的时候都有一个转体的动作，就是做到每一个动作以后，发现回身必须要盖掌扣步，插掌穿掌，恢复原来的老僧托钵起誓的架势啊。老僧托钵起誓，走马回头，二仙穿道，翻身劈锤，野马闯逃，大鹏展翅，白袍扎草，周仓扛刀，龙泉镜瓜，扣步转体恢复宝宗多佛起誓。从马回头说的是对方进攻我的时候，我走了又回来了啊，突然的又回来，杀个回马枪的意思啊，就是他走了打了我走了，裸劈啊，这是走马回头的用法啊。这个裸的时候有一个从中有个旋拧裹钻翻踏，所以八卦掌的掌法啊，都有一个离不了这个拧裹钻翻啊踏。手法慢一点啊，拧裹它倒着的，你看拧裹钻磨出去一推一碗啊，所以他走的时候还有一个，我的上肢手下压啊，中棒就是二星春道，要近身啊，前后夹击啊，当然这个手一定要近身啊，一定要近身，不然他这个手就会上啊，走嘿啊，压住这一场啊，你看。这是压住，就是这样也可以啊，给它领开近身啊，这个栽锤是两个啊，两个拳要说话，
坐的时候力量两手要贯通，把人夹在中间啊，这是走马回头二人转道，翻身劈锤，翻身劈锤子啊，对方打压完了我扣啊，从上往下砸，砸他的背，当然这样动作要迅速，嗯，扣木啊，翻身劈锤，野马闯槽是用自个儿的肩撞击对方，同时底下还有一个溜裆的动作啊，就是说在大手抓进去，你看拿肩撞他的动作胸，同时头还有一个打啊，慢动作啊，你看头撞肩打腕溜啊，这是上中下啊，不管对方一来抓抓抓抓撞啊，这个撞有一个暗手，就是底下这个溜手啊，这溜手就是啊，起慢动作，底下是溜，肩是撞，头是撞啊，所以要拦截对方的终结，拦撞溜，明白撞啊。他扶着手手，你看换过手来向后，这叫白袍扎草。扎草的是换手的时候拧对方的手旋向我的一方旋，右手摁他的反关节，左手往上抬，右手往下压，行一个扎草扎刀的你的一个反关节。好的，这一位来王大佬行，哎，按他的一定要按住终结啊，如果按下了，你按下了就秃了下来了，他对方的肘就会折啊，他又哎肘一屈你就被动，所以要按他的终结，使得反不了手来啊，这就是白袍战袍。周仓扛刀，他一个扛刀式，刚才讲了，也是手向外旋，肘向上顶，同时身体，我要是身体往下坐啊，从这边看啊，从腿啊，我这也是一个反关节，这边。对方大手时抓拦啊，同时顶着他的中间向外向上，这个手这个左右手腕子往下压，这个肘能往上扛，他对方他要是用力往回往回，你看这就是这是周腾扛刀，他这一往回他一腾往回什么，这手呢正好顺利顺势啊，这叫留下劲刮。再走的时候啊，再做一遍。哎，他这手一动，当然是掌法的变化很多。啊，就是练64手，他是随时有变，就是每一掌、每一手，它变化多端。64手本身呢，有。一手变六手，就是一手的变化，同样的不同方位的进击，或者他不同方位的揪拿，或者是他打，我用不同的方式来破他，因为这个不能一下一下的全给介绍到，只是干这个掌法的变化是无穷无尽的，随应应变啊，就是对方的比如对方手我去，他这他一打，你看这简单
啊，就很多的变化啊。这是他上压，他要下的呢，或者我攥着我呢，攥着我一下，嗯，行，你看这就脱缰带舞啊，他攥着我了，我再动动不了，躲躲不了，顺势你看脱，我脱起，我看擦手先打好。64首第四节啊，介绍完了。第五节八个式子啊，脱身换影，裸手边踩，进步撞锤，迎面弹膝，骚扰单锤，反背冲锤，天王托塔，王不管下啊，这么八个动作我给大家演练一下。脱身换影，唰走，重做一下。脱身换影，走，落边踩，进步撞锤，平面弹膝，骚扰单锤，进步冲锤，天王托塔，王不管下。好。这个第五节有一个脱身换影，第一个动作就是拜式也是，对方来了走一个拦下踏啊，这是一个裸手边踩，裸手把对方的手向上拧，拖着中间，一个连踩动作，进步撞锤。脱身换影，走，掰步，扣步，虚步啊，这一个含犄角，注意这个啊，掰步扣步含犄角，下了一个下踏的步，离下踏掌上的，把力量6分坐在后边，前面4分的力量，我做一遍。左手边踩是一个缠肘拖肘踢，是一个搓腿的踢，边踩下下踩，要一个踩住对方的脚，就是两肘蹭肋，手这个拳拧翻，进步撞击打对方的两肋，是这么一个。再做一遍。裸手边踩，踩撞，这一个错拉的那个动作啊，往回拉，身体跟着往前走，撞，迎面弹膝，我们是右手拢，左手打，同时脚绷直，弹膝盖，气弹膝，后退，骚扰单锤，
真是一个摆拳的动作，跟对方的耳部，那叫扫耳单锤，迎面弹膝，扫耳单锤，进步冲锤，进步冲锤，要是一弯下拉，一弯上钻，是这么个动作。上步，天王托打，左手挽，右掌推。这个推要问对方的喉咙的地方啊，我们往下是用对方的是肘向对方的胸指去啊，有个下拐的动作，这个动作要跟这个过去绕线这个动作上，所以有个拐线，有往回拐的意思，我再做一遍这个。进步撞锤，迎面弹膝，撞着单锤，反面劈锤，反面冲锤，这是天王托塔。这个上的手变成掌，往下摁。这个掌顺势从向上斜托，两个掌做两个方向的动作，就一推一挽。所以这种这王不管线这种要肘对着对方的胸来拐动作。好，演练一遍，其实脱身换影，左手边踩，进步撞锤，迎面弹膝，扫耳单锤，进步冲锤，天王托塔，王不改下。下踏，对方向我进攻的时候，我后撤转身，好，本来接着要撤，还继续跟的时候，你看，我跟你说，他的手过来的时候，你看，拖住，要拖着中间下踏，这个姿势踏的时候要踏到对方的这个膝盖以上。大腿根根部所以这个走的时候是往这儿下压动作来做一遍，下压动作，同时这个脚也要盼住对方同时插的时候你看挪掌下踏是他的根部，大腿的根部，同时上步盼住对方的腿下压，左手边踩是缠一个缠手一搭手的时候手一下一个插花手，拧着对方的手拖着对方中节起腿他要一撤脚的时候踩这脚变成进步撞锤搓腿走踩这个脚撞锤，手到伸拥，他退不出去头一个脱身换影，左手边踩，迎面弹膝，进步撞锤那是，迎面弹膝是怎么着？也是手翻着这也是一缠他
手内缠啊，这是外销，那是外销，向后走。迎面谈西式，这手，你的右手向我袭击的时候啊，它是这么弹啊，这个脚是踢的是七啊，打的是他的面啊，裸是裸手向他的我的右外方是零手来打，撸这个啊，撸左手打右手，这是一个圈拳啊，专门迎面弹膝，走撸这个向外的撸时候，我是这么踢的，向左撸的时候呢，撤步是打的是这脚。这是做的迎面弹膝，骚人锤啊，进步冲锤。八卦掌的64手啊，可以啊相互连接着去练，也可以呢每招每一式的啊，无不是就是啊必须要怎么做，因为对方的啊有很多的变化你不知道啊，所以拳打两不知啊，所以上手的时候也许我不是非要做这迎面弹膝啊，他手来了以后我也可能就这么打了，是不是啊，就随机应变。迎面弹膝骚乱锤，做的骚乱锤是怎么走的时候是吧，他压我这手时候你看冲锤，他往下压我顺势往下走，骚乱锤的事走啊，进步冲锤啊，这是不动，如果要动就是啊骚乱锤进步冲锤啊，往前有攻，从底下往上搓啊，两个手在一起，力量要从腰往上走，进步冲锤，再做一遍骚乱锤动的，你看呀冲锤啊，天王托塔，这个托塔动作是也是一踩啊，上一踩嗯，这个叫冲掌嗯，对方的手向我袭来啪，这可以啊，它左右循环的，不是必须这手，所以64手练的时候是两面都要练，比如说你现在听到他啊向我啊，两个手左右循环，是一是单边不为急，左右循环乃为宜，左换右了就换左啊，抽身道步自合计，这个在这个谱的口诀里他就说不能一帮啊，不是就是一手一边啊，左右循环，包括我们的掌走的时候你看，这个也是啊，刚才练的这个裸就下摁，从底而上往上打，同时腰往前去啊，这个手不是这一拖就完了啊，而是压住对方手要抠喉咙啊，有个锁喉动作啊，你要一锁喉他肯定他要哎，这手就要拦截你的手，这在这会儿呢这叫王母拐线，这王母拐线的力量呢就是用你的中节也就是肘冲着对方的心胸，你看这手他拦截的时候还不让他动了啊，有一个外掰筋的动作，也是拿法的一种，你看从外扣住向他自己的一方滚动，
同时肘拐啊，他一拦截我，你看，这个动作是吧，一定要是对准了对方，你要光这么压上，一定要把这个折度啊要大一点，在这拐厉害啊，光这么一个压动作你还不怕，一拐啊，所以这叫王母拐线啊，有个反关节肘压向外拐的动作，所以这手就是啊，天王托塔有锁喉的动作，身体要向前冲，手要摁住对方啊，护住他的手，他的手蛇上来你看就不让走了啊，叫蛇肘，这肘呢就冲着对方的胸来，同时外拐的动作啊，再做一遍啊，他一再拦截在那儿啊，走，这个下手不是就完了，如果咱们这手是这样完了，如果要是咱们这边翻过来就不瞧就是你的鼻子啊，你看看是不是这个，所以他条件反射使得对方必须要上点手，你看我一去他手肯定要摸，要摸手啊，就这么一个动作，所以他的手要一个反的反关节，同时肘向外拐，这就是反臂劈锤的用法。发展的第五次第五条第五节啊，就演练到这儿。八卦掌64手的第六节，它的八个式子是千斤坠地，日月并行，金蝉脱壳，依山挤靠，罗手七撞，蓝龙握枕，牛手提溜，进步踏掌，八个动作。我给演示一遍，千斤坠地往下坠，冲锤一个日月并行，金蝉脱壳，依山挤靠，罗手七撞，懒龙握枕，牛手提溜，进步踏掌，这八个动作，头一个是千斤坠地，这是裸着对方的手臂下蹲，往斜下方扯动，日月并行，对方往前夺手的时候，往回夺手的时候有一个向上冲的动作啊，所以日月并行，一日一月，这月这手是按住对方，同时发力，千斤坠地，日月并行，金蝉脱壳，有一个向外蝉，向上脱，就好比把衣裳脱掉似的，这个动作有一个小的动作，就是一个腰部动作，向你的左下方闪一下，所以千斤坠地，日月并行，金蝉脱壳，依山挤靠，这依山挤靠是有一个
脊啊，一个脊，身体和这个手臂向外挤对方，同时右掌向外推。再做一遍，螺手七状，做这个螺手七状啊，这个脊依山脊靠，它是一个手臂的脊，手的脊，手臂的脊和腰身体的脊靠。螺手七状是裸着对方的臂啊，提膝，有一个撞的动作，七撞，这是懒龙握枕。说这个握枕不是自己，不是自己枕，是让对方，对方枕着这样，这一个击打功，让对方的劲在我的臂上，有一击打。扭手提溜，上步下压，从里面右臂从里提拉，你是一个额头拳，把这腕部拱起，拇指并拢，像一个勾手，这就是一个打这额头拳啊，拇指向里扣。进步踏掌啊，进步踏掌是一个有一个插花的手，从底下上挑，撩起对方的手臂，进掌踏。这个踏的时候啊，要五指各分，掌心要空，力虚倒直，还有身体都要用，这掌根外顶啊，掌根要外顶，所以这个有一个腕和掌心的力量，所以踏掌的劲力要用在掌心上和腕部。好，来简单的再做一遍。天经地义，日夜并行，金蝉脱壳，依山几号，左手七状，懒龙握枕，左手提溜，进步踏上。下面由学生来演变一遍，起势，天经地义，日夜并行，金蝉脱壳，依山几号，左手七状，懒龙握枕，右手提溜，进步踏掌。好，把节奏放慢一点，千钧之地，日月并行，金蝉脱壳，依山几号，左手七状，右手提溜，进步踏掌。这个千钧之地啊，使的时候是要双手裸着对方的手下往下坠啊。好，比如说大手啊，这个手使的时候也是拧，抓的是中阶以上，它这个肌肉抓的时候啊，不是正把，也是啊四人一块啊，往下坠，你蹲得厉害，他对方他死在这里啊。这个手也一样啊啊，那左右都一样，千斤之地是用力向你的左下方来拽啊，拉拽，速度快。
月变形，日月变形就是刚才讲的啊，一全和长，一日一月啊，所以走的时候你看不管什么，或者他这手在外直接的可以啊，直接的啊，这个就是有一个啊拥力啊，这个手的起的时候要从下方钻起啊，手和身体从后腿发力，身体往前用，来做一遍啊，这样走，这是一个用力，还有一个往上，往上冲，往上也冲拳，这样天天对地，日月并行，这金蝉脱壳就是一个向外外方啊，这是随便一打它是一个踩一个周，是这么一个动作啊，这一打手让踩身体，你的腰一定要给点劲，一个下踩一个上周，就好比脱了衣裳扔出去啊，这是前四手啊，千里之地，日月并行，金蝉脱壳，依山挤靠，就是依山挤靠，一定要是身体手臂手这几手和运力是一起发出啊，走，拉手放回来，走，这个走的时候啊一定要是穿掌，对方来的时候你看拔火掌就是讲穿，以穿掌为主，所以这是一个穿挡动作啊，穿向上，拿身体和这个手臂和我的左臂挤靠啊，身体要向对方身体上挤靠，所以走的时候下面一个裸手七撞啊，对方的手向我进攻的时候啊，这一长腕是可以踢啊，走转，这是一个是啊向外翻向反关节拿，同时往自个儿怀中来抱，使对方向我的膝上撞啊，他往前撞我膝往前去，高者可以顶裆，低者顶胸啊，所以起来啊，这是很厉害的一手这就是说使的时候啊，让对方不能看出你的动作来，那就是说我们这一搭手不管能这一搭手就上或者顶应当啊，这叫提膝上打致命处，下生二足不留情，左手七撞，撞七的时候你要注意自己的抬起的这脚脚面要绷直，如果你这么抬没有多大力量，抬起七撞一定身体向前去，绷脚面啊，绷脚面，这样呢你的膝部的力量就要更大一些再做一遍今儿七打
一动作。懒龙卧枕，坐的时候啊，我们做动作是这么做的啊，这是几号一山几号，罗手七状，懒龙卧枕。坐的时候，运动当中好像是自己枕，实际这个是让对方枕到你这个红布啊。同样啊，对方进攻的时候让他枕，这枕的动作的时候要把力量运到两红啊，运到两红就需要胸要圆，两红就是力拳，就是紧背含胸。你看把我当时讲的，两红要是有力拳，就需要胸要圆，两红力拳啊，虎口圆，勇猛外宣。所以要求做的时候把这个力量运在两红这个位置啊，有一个劈打和错的力量。所以说这个拳出去的时候不是光这么砸，而是有一个错，然后对方的进步用我的红布这一个错拉的动作，连错带砍啊。好，他必然这手就推，当然八号两边啊，他推我就变，是不是？啊，比如说他这推，他往这一推，我就走，啊，这疼着我的手打，啊，做这个，嗯，这是懒龙卧枕，牛首提溜是个额头拳，啊，额头拳，也就是说腕部攻击。力量要运在腕上，有个提溜动作。这一般这样提溜都是打对方的下颚部位啊。一般走时一打手啊，这一响他这就响，这一响他这就响，所以呢进步踏掌就挨着啊。你看牛首提溜谁踏他必然要推，这有一插花，你看，你下踏，这个踏时候要一个手到，手到脚到，身体要到，啊，做一下，再做一下，做一下，牛手踢六，它是一个相反的手啊，脚是左脚上步。提溜是右手提溜，右手的额头拳啊，上步啊，为什么上左步？也就是为了判断对方啊，他推插花手进步，但进步踏掌啊，进步踏掌也是掌心要空，做到这个三空，脚心要空，脚心空就是周身力后，掌心一空就十指力拳，所以说打字根部掌的根部外顶，掌心要空，食指要运力，就是力虚到指，就是要求意念上把力量运在食指上，这个是几个手，不是较劲，不是张牙舞爪，而是把意念运上就成了。所以他的掌法使的时候啊，踏掌圈掌啊，劈掌，这些东西都需要你指尖要惯力啊，比如说这个圈掌啊，都是指尖要惯力，掌心要空，这就是刚才所练的牛首提溜进步踏掌。第六节讲到这儿。